请不要轻拍饮食，也不要乱扔垃圾。出口处设有垃圾桶，感谢大家配合。现在我们的小岛正在移民到1米的速度，缓缓上升到最初1米的高空，带领大家观看欢乐谷的全景以及周围雪山月湖等景色。上海欢乐谷是上海华侨城的核心项目，繁华都市的开心地。 全员占地90万平方米，于2019年9月12日正式对外开放。园内有一条长约2公里的主环线和一条长约2.5公里的水上游览项目。全员由7大主题区组成，共有百余项修闲体验项目及服务配套设施。现在，我为大家依次介绍我们欢乐谷7大主题区的特色。首先，是我们的阳光港。 那是一个有着古老哥特式建筑和浓郁雍容风情的阳光海岛，游客朋友们可以在我们的飞行影院观看全球悬空式潜入电影。第二个主题区是我们的欢乐时光，那里有惊险刺激的古墓游龙，号称惊险之塔的天地双雄，还有着异度空间等着大家去挑战胆量。 除了惊险刺激的项目外，还有梦幻浪漫的旋转木马和摇摆伞。走过欢乐时光，就到了第三大主题区。那里是一个充满老上海风采魅力的上海滩景区。那里有可以将你送到15层楼高的大摆锤，相信大家在那里俯瞰欢乐谷，又是另一番感受。绕过上海滩，就到了我们的第4大主题区。 香格里拉，在那里，大家可以乘坐前30米高空俯冲而下的明月飞车，不同于过山车的飞雪和风，体验极尽的虚静感。第5大主题区是我们的欢乐海洋，这里自然类项目较多，您可以与自己的宝贝在这里进行欢乐的亲子时光。 第6大主题片区就是我们脚下方的金矿镇，它是美国西部废弃的小镇。游客朋友们可以到凤山一景体验到极限山高，速度快，回转多，而闻名的凤山车。如果您走累了，想要稍作休息，可以到我们的魔幻剧场观看一下梦幻的话剧表演。走过金矿镇，就是我们最后一个片区了。 它就是有着加勒比海风情的飓风湾景区，游客朋友们可以在热身26米的激流勇进，体验巨浪带来的酣畅淋漓。接下来为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欢乐谷的5大天王，依次是我们的古墓游龙、凤山历险、雪顶寻风、蓝眼飞车以及大洋历险。位于我们最右手方的全木质过山车。 是我们的古墓游龙，全长1165米，90秒的体验过程中可以享受到11次的停尸重。位于我们脚下方的是我们最温柔的过山车矿山历险，它可以供 1.2米以上的小朋友以及成人乘坐，属于家庭式过山车。正前方红蓝相间的回道。 是我们的绝顶雄风，最高点达到60米。大家可以想象一下，60米的高空停顿3秒，在直直落下是什么样的感觉？黄绿相间的轨道是我们的蓝月飞车，也是我们5大过山车里速度最快、最平稳的过山车，刺激程度与我们的绝顶雄风也是不相上下的。 勇敢胆大的朋友可以前往我们香格里拉片区挑战一下我们的蓝眼飞车。我们脚下方这片蓝色的区域是我们的欢乐海洋。欢乐海洋改造完成之后，增加了我们第5大过山车家庭式悬挂过山车大洋历险。有兴趣的游客朋友前往我们的欢乐海洋去体验一下。在欢乐海洋后方是我们的玛雅海滩水公园。 喜欢游泳的游客可以前去体验一下。欢乐谷还有2大水上项目，分别是距峰湾的激流勇进和香格里拉的峡谷漂流。现在大家可以感受到我们的小岛正在缓缓下降中，由于岛体下降的时候。
候会有一些小小的缓冲。请站起来的游客朋友们回到原位坐好。在我们的岛屿停稳之后，大家可以看到出口处的地面上有一排红色的点，请大家在红线以内等候。我们有踏板滑夹，请你打好脚。出来的游客朋友可以脚下踏板，不要踩空。祝大家在上海欢乐谷玩到开心，请把欢乐带到下一站。Thank you.